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话，按向下，按向下，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它就按照前顺理，原本这样排列。那当然你它跑出来是向是横向跑了，不过最后放进来的话，一定是照前顺理这样的顺序，哦。然后如果向右的话呢，就是照前顺理，啊，到20之后再折回来，所以这地方有没有照前顺理？这个时候就向右排列。 那这样子的话，你要怎么做？基本上各位等一下可以先开启这个范例档，然后这个范例档里面的话，第一个我们先百家姓，基本上从网络上抓起来，类似像这样，那我们要逐一把它处理一下，就是把这些所有的这些姓氏怎么样呢，把它合并成一个。接下来之后的话，合并成一个之后的话，再把这个这边旁边再新增一个工作表。 那工作表名称的话，可能叫百家姓二，然后在旁边这边百家姓，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把这个储存格把它合并起来，然后呢，把刚刚这个从网络上抓下来那个160姓氏呢，直接就放在一个储存格里面做处理。那底下的话呢，在这边增加有160个储存格，那我们的需求是只是把这边按向下，可以把结果输出，然后呢清除。 可以再重新再一次，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流程。那请各位呢，先试着想想看，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快速把这160姓氏在 Excel 里面可以快速合并起来，OK，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。